像这一瓶薄荷精味的除臭喷雾，它就是动物友善的，嗯，就是我自己是把它放在猫砂旁边，然后因为呢，就算是猫砂，它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你的味道盖掉。它的出生其实真的就是否为了否猫咪，对对对，喷猫砂。喷任何，你知道，你去买厕所，对厕所，厕所一定要有，对对对，超级快，对，而且它里面的话，因为它是柿子萃取，它不是用味道去盖味道，它是瓦解异味。嗯，薄荷净味除臭喷雾，它是日本的植物性的专利的除臭配方。一般的市面上有很多的除臭，它其实是用香味盖香味，它不会真的让那个臭味不见，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味道是很混杂的。如果你对味道是很敏感，你的嗅觉是很敏感的话，你就会知道五味杂陈就是那种感觉。但是因为它有一个柿子的除臭成分，嗯，然后它的除臭的成分我们加的比例是比一般市面上还要高很多。因为如果你家里有养狗，有养猫，我觉得猫还好，但是如果养狗的话，有时候会有一个味道。你说狗狗的味道？对对对，狗狗的味道。家里可是那个是你要看哪一种狗狗，因为有一些狗狗的话皮脂分泌比较旺盛，嗯，所以就是那个狗狗味会很重。但是有，你知道有时候你就是你已经习惯那味道，你自己不知道。但是如果别人进去你家，其实是很明显的，嗯，对。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好用，这个的除臭力超级强。所以只要任何你觉得有异味，去买了咸酥鸡回到家里放在那个车子里面啦、啊，或者是 anyway 就是。小朋友的尿布味道，或者是厨余的味道，什么的，通通都可以。对，就是它的除臭力超级好，就是你只要想要把异味去除的，屎味、尿味啊，烟味啊，通通都可以。哦，对，烟味还有烟味、嗯。对，如果你今天不想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发现你抽烟的话，那你就随身带一瓶啊。抽完，但不是对，它不是食用哦，不能请不要对嘴喷，就是喷全身。家里可能没有养宠物，但是厕所一定要、嗯，尤其如果你家是没有对外窗、嗯，通风没有这么好的，哦，那真的更需要，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拥有。好，这瓶慎重配给你。